热血我觉得应该讲完了吧，剩下小怪是不是？小怪，小怪哦，对，花时间了，等我去哈，这是突破吗？那个什么洞主的，很像也还没讲。哎，珍宝应该还没讲啊。珍宝参考一下啊，那主要是看技能。为什么看技能？以守为纲，格挡，或者是生命。加速，我们先继续。主线，今天如果那一只讲过的话，就要讲技能这样子，好吗？噪音之神啊，皮子雷、白菜、皮子雷、随风。哎，所以我们那个什么奖都领完了，啊。